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南京德云社观台相声大会。首先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双字弟》，来者宋浩然、马萧荣。那谢谢大伙儿，德云社相声大会呢，这就开始了。我们哥俩的第一个节目，往台这一站也能瞧出来，朋友们来的呢特别多，很多呀，满起满座，是上这听听相声，其实也挺好，对，花钱不多呢，找乐不少，嗯，尤其我们哥俩往这一站呢，你也能瞧出来，什么呀？岁数都不大，还年轻，都是年轻的小演员，对，大伙儿那不熟悉，嗯，得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应该呀。拿我来说呢，姓宋的宋浩然。相声界的小学生，戏队的小演员，跟旁边老师比不了。着重的介绍一下，您说说，这位老师呢，姓马，叫马我叫马赛克，你马赛克，不像话，什么叫马赛克呀？你不叫这名字吗？没有叫这名字的，那应该叫马萧荣，这名字也不错。对，马萧荣是马老师，相声说的特别好。我跟人在一块儿呢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干嘛得多学习，咱多探讨。而且你像人家，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呀？跟家庭熏陶很重要。哦，比方说，相声演员，上班要是有从事这个职业的，子辈的相声说的都好。是啊，就是家传。哦，咱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天津有这么一位，姓马，叫马志民，老少马爷。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呀？他爸爸是说相声的，对，泰斗马三立，嗯，所以儿子相声说得好。那是。再拿北京来说也有。啊，北京呢？姓侯叫侯耀文。哦。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呢？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哪位？大师侯宝林。是。德云社也有。在德云社。少班主郭麒麟。哦，少爷。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？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对。于谦。乱了，于谦是他生父，是他师父。你说明白了，生父是郭德纲。郭老师，对，为什么郭麒麟相声说得好？啊，他爸爸郭德纲是说相声。对，再拿我搭档来说，我马萧荣怎么样？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爸爸呀。没拦住这一下，别往自己身上掰。我爸爸不是说相声。我说错了，那我重新说。对，他爸爸不是说相声的，对，是听相声的。哎，你看你爸给你鼓掌啊！你爷爷叫好的，你祖宗鼓掌再叫好。岁数来说呢，长我几岁。是。这个艺术水平上呢，也比我要强。谈不上水平。而且往台上一站，啊，您瞧着简单。怎么？一捧一逗。是。桌子里边叫捧哏。对。桌子外面叫逗哏。是角色吗？分工不一样。嗯。但是对演员来说呢，啊，这个要求上也不同。是啊。你像我们演员，啊，刚开始往台上一站，对，拼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节目。哎，谁会的节目多？哦，谁效果好？那是。在这儿刚开始。啊。你怎么后期拼什么呀？拼什么？拼的就是文化底蕴。那对呀。得有学问。多识多懂啊。你拿我来说。您。也不瞒你大伙。哦。这个学历也就不是特别高。啊，是。你像我的初中毕业。还初中。上这儿说的相声。来的早嘛。但是说相声之前呢，嗯，也不是直接奔的德云社。哦，那干嘛？还找了其他的工作。去过别地儿干过，哎，找着地儿先面试。哦，老板得问你，问什么呀？你什么学历？有门槛。我一说初中毕业。哦，初中。你再瞧人家眼神怎么的？哎呦，轰走了，瞧不起，瞧着学历低，瞧不上我。哦，是。那会儿我岁数也小啊，导致我这心里呢，嗯，就特别自卑。哦，特别难受。我变得了。但是这是在外面啊，你等我到了德云社，哦，我就平衡了。算是高学历，因为什么呀？啊，比我学历低的太多了。是，班主郭老师啊，他什么学历？什么初二辍学了。啊，对。再说个儿子郭麒麟啊，初二辍学了。哦，是
所以初二呢，对德云社来说是个坎儿。哎，坎儿。但这能不算低呢？啊，张金雷，老爷跟那儿坐着呢，少提这个。显然学历不是特别高。还有谁呀？岳云鹏。是。他什么学历呀？胎教。哎，更惨这个。就没上过学。啊。然后我也琢磨过，为什么郭老师的徒弟学历都比较低呀？为什么？因为郭老师收徒弟呢，啊，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。什么规定？就这个学历呀，啊，不能超过他去。哎，还有这规定？那可不嘛。是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啊，可得先面试。考核嘛，老师们坐一排，嗯，郭老师呢坐最中间，是来学生面试，嗯，郭老师得问问，你什么学历呀？哦，也问学历。老师，嗯，我是大学毕业。我大学生。出去。哎，这就轰出去了。哦，没过一会儿又来一个，嗯，你什么学历呀？这个，老师，哦，我是博士毕业。博士。滚。临走还说一句，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，啊，这俩都不是人，对博士就这态度。哦，没过一会儿又来一个，嗯，你什么学历呀？什么学历？老师，哦，我是小学毕业。还小学？啊，留下吧，先留下扫地。先干活。这个留下了。啊，没过一会儿又来一个。又来。你什么学历呀？哦，老师，嗯，我是智障二中毕业的。这是个傻子。那像郭老师啊，好孩子啊，有前途，是留下当七队队长。哎，抓紧看吧，这是我的封箱演出了。马上演出七队巡聊，应该就瞧不见了啊。确实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开玩笑。是，但是想说明什么呀？嗯，整体这个学历呀，啊，其实都不算特别高。是。但是你像我们，嗯，可能先天在学校啊学的稍微少一点，你等后天到了社会了，慢慢也得研究，自己学也得掌握。是。你像我没人喜欢干嘛呀？干嘛呀？阅阅书啊。看书。看看报啊。哦，新闻。操个琴呢。音乐。抚抚剑呢。武术。作个诗啊。好。尿个炕。尿炕啊。没说尿炕，你说尿尿炕，你没听明白啊？写写账，我还写账，对吧？哦，写写账呢，嗯，算一算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是该记都得记一下。哦，但是最喜欢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还得说是作诗，我，哦，喜欢作诗。哎，尤其像我这个人，你坐哪儿哪儿诗。哎，那你还是尿炕吗？尿炕什么坐哪儿哪儿？坐在哪儿？见景生平。当时哗就是一天，哇，还带声音的，啊，这是一大炮啊，这是一大炮干嘛？废话嘛，跟您说喜欢作诗。哦，当然我作诗呢，嗯，也不完全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有的时候作的诗多。哦，有的时候作的诗少。啊，有这区别。哎，主要取决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喝多少水。还是尿炕，喝多水呀，啊！瞧不起人呢，不是您喝点水，哦，心情平复了，哦，哎，往这一坐，好好的作诗，咱说清楚了，没人都喜欢这个，还能写诗，啊，写写诗啊，哦，而且喜欢看书，我喜欢看，尤其像我看书呢，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你像我看看什么书啊，啊，能存在我肚子里，你看完吃了，我吃了干嘛？怎么存肚子里？就是从小到大啊，换过的所有书是全在我肚子里。哦，而且拿手一摸，当时就摸出来。这还能摸出来？那可不嘛！这我不信。不相信啊？没关系。怎么了？当着大伙的面，嗯，你摸我一回。你们还有这要求？啊，摸你一回。摸我一回。咱说清楚了啊！要钱吗？要钱啊！我没听说过有这要求啊！你摸什么呀？我知道摸摸学问，摸学问，摸学问不要钱啊！你要摸别的呢，咱跟东莞一个价。哎，别瞎玩儿，你还有别的职业是吧？那也没啊。不是，咱摸的是摸学问，就能摸出来吗？好好摸啊！就能摸吗？你信不？好好。哎，摸着了吗？摸着了。摸着什么了？他踹我。
啊你！废话，你哪有不踹我呢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别捣乱呐、啊！不捣乱、啊？为什么我肚子里书太多了？啊！你说你一说话你打断我，啊，我就容易想不起来。那你依着您呢？这么着，啊，我从你的眼神中我就能看出来。就我这眼神你还能看出来？咱俩这也差不了太多。咱仔细看看，你咋的？来，你体会体会。不说话啊！不说话，不说话，不说话。我这个，这个是《西游记》。没有没有。我这个《水浒传》。咱看点正版的行吗？仨字错俩。《水浒传》嘛。《水浒传》。啊，要不叫《水浒传》呢？这都叫《水浒传》。坐着了吗？没有。我这个，我这个啊。这是《红楼梦》，没有。我这《三国》，没有。我这《演义》，你把这书拆了是吧？这是《三国》，这是《演义》。按上下本看呢？还上下本啊？你说点别的。我这个，别太靠下了。那就是秦明远的。我这个，这是《清宫》。还有个书呢，漫画儿。哎呦，我这个《哆啦 A 梦》，看的什么？这没有。我这个《四驱兄弟》，整天到了吗？没摸着，没摸着。没有。我这个，这是名著了。这什么？《钢铁是咋整的》。你这是东北出版社的？钢铁咋整的？什么这件儿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啊，你这是朝鲜出版社的？不是不是。钢铁是怎样炼成？反正就那书，反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对对对，炼成的。来，我这个，这没有。我这你都能摸着。五经，没有没有。我这四书，来，摸着四书了吗？摸着啊。你仔仔细细摸摸四叔，你仔仔实实摸摸四叔，哎，你四叔乐着你摸。你摸摸你二大爷。二大爷什么？废话，你这超便宜，你这是。什么叫超便宜啊？什么叫摸四叔？四书五经啊，学《庸论》《孟》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论语》，这叫四叔吗？啊，是。人家说喜欢看书吗？说喜欢看。而且还喜欢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吟诗作对。这你能来？哎，对了，来个文字游戏呀、啊，做个对联呀，写个对子、都行。但是您说这个文字游戏 啊，太高深的呀，我不太明白。那怎么？这么着，咱俩来一回简单的文字游戏。啊，但是大伙咱俩来一回。来一回。来一回什么呀？我出个主意啊、哎，咱来一回叫双字意。啊，什么叫双字意啊？咱说这么一个字儿，说这么一个字儿，这个字儿拆开了为两个字儿，这个字儿拆开了为两个字儿，再找出两样东西，再找出两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看起来得相似，哦，这两样东西看起来得相似，再说上一句话前言搭后语，再说上一句话前言搭后语，最重要的要合辙押韵，最重要的要合辙押韵。我出的主意我先说，我出的主意我先说，你说呀。你说呀、啊？那你说，你说吧。那你说，你说吧。他又不说了。他又不说了。学我。学我。学人说话可倒霉。学人说话可倒霉。真学。真学。嘿嘿。我不好。我不好。这你也学。这你也学。我缺德。我缺德。我混蛋。我混蛋。我枪毙。我同意。哎，对。不是这你怎么不学了？这个那枪毙还学你？不是你老跟这脚啊？不是脚啊？干嘛？你这说的太复杂了。这还复杂？我也没听明白啊。这么着吧？怎么着？您举个例子。就我先举个例子，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来啊！咱以这个林字为例。啊，哪个林？森林的林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啊啊，您说吧。林字拆开两个木。啊，它拆开这是两个木。哎，两个一样的东西。一样东西，一样的房梁配房柱。前言搭后语。我是一木做房梁，一木做房主。这个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听完了，给该您了。说林字拆开两个木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电线杆子配松树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俩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您的电线杆子那是水泥的，啊、松树是。
不一样。对，你不明白，我说的不是现在的电线杆子，过去老式的电线杆子，电线杆子那不都是木头的吗？那大也这个一样吗？那也不成。电线杆子上面有电线啊，那松树有枝有叶有皮儿，那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对，没关系。干嘛？我能修理就修理。您这蚊子游戏还在修理呢？那可不嘛。啊，听着啊，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一样的东西，煤烟电线的老电线杆子。配这个剥了皮儿、擀了枝儿、去尾叶的毒皮儿死松树，哎，给砍了你！哎，一木就做这个煤烟电线的老电线杆子，啊，一木就做这个剥了皮儿、擀了枝儿、去尾叶的毒皮儿死松树。你真够费劲的，我给你说出来了。行了，算你说出来了啊！来来，下一个字啊！来，下个字咱说吕啊，就是双口吕。哎，姓吕的吕。好嘞，吕啊，是吕。吕字拆开两个口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淡茶配啤酒。前言大后语，我是大口喝淡茶，小口喝啤酒。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啊？不是，大口喝了就喝多了，就没有酒量。对对对，你听我的吧。好，说吕字拆开两个口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说，不不，你这个我咱说了啊，啊，合辙押韵，合辙押韵了。你也够辙，不够韵，咋不够韵啊？你分析分析，看看吕字拆开两个口，口是三声。窝头头是二声，不好听，不一样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我用我们老家话都一样吗？你老家哪儿话？你听着啊，说吕字拆开两个口，啊，一样的铁饼子配窝头，钢铁是怎样连成的？是你们家写的，这是啊。你看这贴饼子扁长的有疙瘩啊，窝头上一尖底一窟窿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我能修理修理啊，这吃的也能修理，那可不嘛。哎，我问你，说吕字拆开两个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吕就是吕啊，吕，那得倒着怎么说呀？啊，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，一样的接着嘎着的贴饼子，配这个去了钱儿独上钱儿，还点了抻长的窝头。哎呦，哎，说我一天就吃这个接着炸的铁饼子，一天就吃这个去了钱儿独上钱儿，还点了抻长的那窝头。哎，我不憋死你！憋死我干嘛呀？太费劲了，来了，太费劲了，您这个往下来，往下来，咱换个字啊，来二。二就两道缝，很简单啊。对对，这个咱改也规矩。怎么着？这个字儿不变啊，咱看谁说的多。我的比谁说的全。谁给我说谁厉害？可以。行，听我的啊。来，说二啊。嗯，二二二个拆开两个一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精米配稻米。前言大后语。我是一天吃精米，一天吃稻米。你听我的。哎，说二个拆开两个一，一样东西，一样的骡子配叫驴。对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骡子叫驴这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骡子个儿大不能生养，叫驴个儿小能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对呀，啊，没关系。怎么？我能修理修理。知道，我看你怎么修理。来，听着，说二的拆开两个一，一样东西，一样的小个的骡子，配大个被扇子的叫驴。扇子。一天我骑那个小个的骡子，啊，一天我骑那个大个被扇子的叫驴。好手艺，好手艺。他都给扇子那种。啊，那行，那行。我啊，哎，说二个拆开两个一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烤鸭子配烧鸡。你能？你看，不要说了啊！啊，我抓住你的破腚了。哎，破腚？什么破腚？破腚！别指着我脸说破腚，你看破腚吗？不是，你出错了啊！破腚那叫破绽。啊，破绽？对，你出错了。哪错了？你让大伙听听。怎么了？烤鸭子烧鸡不一样吗？鸡嘴是尖的，啊，鸭子是扁的，啊，鸡爪子分六，鸭爪子分六啊，它不一样，哦，不一样，对吧？不一样没关系，啊，我能修理修理。你也能修理，我也能修理，那怎么来呀？听我的啊，哎，说二个拆开两个一，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样儿砍头剁了脚的烤鸭子，没砍了脚剁了头的大烧鸡。不是一天我是砍头剁了脚的烤鸭子，一天我是砍了脚剁了头的大烧鸡。一天我跟这个大号的马甲，一天我跟这个小号砍了袖子的大
衣。行，用管的 啊抓着拆开两个衣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。拉稀，双拆开两衣，一样的寿衣配孝衣，一天穿寿衣，一天穿孝衣。我去你的！